哎，感谢大伙儿啊，今儿来的人也不少啊，都来看学徒我来，你这心里边特别开心，真的。哎呀，老几位，我刚才啊，我到的比较早，我都底下听了一段下象棋了。哎，我这才上来是吧？也挺开心啊，别看，今儿虽然就学徒我一个人伺候您老几位，还能来这么些人，您没让学徒我啊夹着包回去，我真是太感谢大伙了。我每回啊，就到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总要琢磨，琢磨什么？今天回不回戏？对吧？因为我对自己清楚的认知，咱没腕儿啊，对吧？而且这现在，您也知道，暑假期间是吧？此地游客又多，这游客一多呢，那保不齐啊，人家这，您有的老朋友，您嫌此地这太拥挤，您就不乐意来了。再一看节目单，李浩洋这王八蛋一个人，哎呀，没有义务，没有说这个勾动我想去。哎呀，排千难除万险啊，分开两溜人胡同，挤吧挤吧来瞧我来，咱达不到那个腕儿，对吧？那些个。啊，达得到张大爷，嘿，真的张，哎呦，我真的，我这替后台啊，后台也没有人了啊，我替楼下说下象棋的他爸爸们谢谢您吧。啊，真是我这跟大伙见面特别开心，这一晃咱又半个多月没见面是吧？我们这一趟外差也刚出回来啊，这出回来在报活的时候。我就在想，谁能跟我一块儿在这周六给大伙儿奉献玩意儿呢？结果一个人都没有。哎呀，都不是学徒人缘次，您知道吧？是那些个师哥们都上眼去了，三宝也转开了，是吧？我万没想到，集合舞没有搭档，他都上眼去了。哎呀，我们这月那就消消停停的在此地服务您亲爱的老观众们，为什么这月都没有上演？就说我呀，我啊，我没有上演，整个八月份，哎，我这能好好伺候您。当然，我这有时候我也很纠结，一派上演，我先看日期，要赶上周六，哎呦，各位。以我的本心，我真是我就想不去，什么重庆啊，什么这的不去，我就要驱车43公里来到前门，给大伙儿奉献艺术。可是不行，我刚动这个心，我跟人商量，我说这回我不去，那边就求我来了，爸爸你不去，我自己一个人呢。哎，咱谁没个疼儿爱女的心呢？我一看啊，行了行了。您也全当啊，就瞧学徒我哄孩子了是吧？我们出去挣钱的，您也知道，外头那个商演呀，咱您都是老朋友是吧？今儿没有说这个您头一回来我们三庆书馆的吧？有，我戴眼镜了，老几位，今儿特意把眼镜擦的是明又明，亮又亮，是不是？这就为瞧瞧啊，这个我们外地商演呀。我无限次的说，各位，这我们外地由拿学徒我们这场来说，那就叫骗钱，对吧？我人也不是看我们来的，人也不认识我们，人家上来好2000多人坐这儿了，我们俩上来貌不惊人，艺不出众，上来怎么办呢？那只能多说拜年话，对吧？鼓掌多发财，发财多鼓掌。那天我去了趟雍和宫啊，找了一个喇嘛给我的嘴开过，底下我刚听一这个。哎呀，这雍和宫的喇嘛真是在我们这些演员嘴里边啊，每天要出现至少8回。嗯，您想，这次要剧场开了，总能听见雍和宫的喇嘛。我们那家里那犬子啊。对吧？站桌子外头那犬子啊，他拜年科又多，
对吧？聊着聊着啊，一扇呼二十分钟过去了，哎，我们的时间到了，工作时间结束，前台的观众人头回来也很开心，后台的角儿们也很开心。为什么？山火开了，我们叫开场开开了，对不对？这学徒我呢，我其实我也很开心，因为基本上不用我说话呀，我就站这儿就行了，对吧？我站这儿就一个慈父的状态看着他。哎呀，就哪儿说错了，爸爸给折一下吧。哎，你这不对，这应该是这样。各位，这玩意儿挣钱当爸爸，这种好差事对我来说呢，我也很感慨，可是我就是舍不得您各位呀。哎，没办法，咱看吧，看这个多的，我们再开一书馆是吧？这个你啊，别，实在不想看我们哥们儿。我嗨，这话就跟老朋友咱聊啊。我们打2020年还是2021年的时候，2021年，对，我们群，我跟大伙儿也聊过这问题，群里头问了，谁能出差上天津？这咱学领导学的相貌很像，对啊，谁能出差上天津一周说七场书去？七场啊，七场。对大伙儿来说，可能说这个财力支持不到，就是您再疼我们，我再是您西前的孙男弟女，您老几位可能精力呀、时间呀、财力都难以支持一天开七，一周开七个，一周开七个，一天开七个，我也累死了。我第一个，我说我能啊，对吧？我一天拧一个腕，一个礼拜我拧七个腕没问题。就我一个人应声了，我应声之后，群里边死一般的寂静，我都怀疑他们给我踢出去，要么就是单拉一群，单拉群头那题目就得写远离神经病。后来谁也没说，我就问李根儿，我咱一提说书，各位真的，我这是打这个汗毛孔里边就开始哎散发这种累，咱们这叫累也叫痞。我就给李根打电话，我说哥看手机，看手机，快看手机。干嘛呀？我在这忙着呢。你不要忙着配狗了，赶紧看手机。就他们家有一只小八狗啊，那阵还没做绝育呢，看手机，快看看啊，怎么地了？咱们去天津一礼拜说七场，你去不去？我认为他跟我们都很热爱说评书啊，他当时就说我不去。我说你这是为什么呢？这还是我认识的李根吗？这还是我认识的李云天吗？这还是我认识的李景琦吗？就你这个三名家奴为什么不干？对对对，就我，因为我私下说话，各位更直白一些。就是您看我台上，我已经收敛到一个能播的地步了。对，然后我们这个三名家奴啊，他就跟我说：“不行啊，我得挣钱呀、啊。史爷那边跟爸爸赛的给我捧哏，我得当儿子，我们得尽义务啊。”我一听，我们北京这帮捧哏的都是看儿子一样看逗哏的。啊，结果这事儿就一直搁置到现而今也没有再提。哎，我们也盼着说天津那边一直说有一块我们就有一个剧场吧，说想承接一下古曲业务，承接一下评书业务，但是呢这看上方怎么谈了。我们单位这个事儿我操心不着啊，我就是踏踏实实的为您服务，对吧？我们尽量的给您说文明的东西，对对吧？就咱接着刚才说，我在私下，各位，我不知道您哪位啊，可能没有啊，基本上就您可以啊，没事您问一问哪个叫关鹤柏，哎，什么叫梁鹤坤，哎，您可以问一问他们学徒，我私下是什么样子。我在台上呢，已经是把我内心的这种冲动压制了很大了。为什么这么些录像？我真没想到，各位还是这老话，这
旧事重提，这是学徒我的大不该。可是每回从一个旧事上边都能给我新的认知。就这回出差也是，我万没想到竟然那么些人在关注我，对吧？那么些人一见着我就咱旧事重提，我没有想到我们南京德云社剧场经理也看我，老爷，人家的这儿子咱就不提了，是吧？那天津，哎呦，李浩洋，哎你就天津骂街有一个狠，哎什么什么什么小 PK 啊，哎你可以那么好啊，这哎呀我看你那个合集，哎我说您哪儿瞧的呀，你唢呐是嘛呀，这好家伙啊，这好几个小时净卷界了，你说评书你评书在哪儿，我说您给我瞧瞧。我也不知道他从哪儿来的，把我所有的反正近三年所有的闲话拼凑了一起来。我说生哎嗨爷们儿，您就包含着听，您包含着听，这不是证书啊。我没有想到他也听，刚才楼下运大褂有一个人叫刘哲呀，见着我也是这套话，哎老五你又骂谁了。哎呀各位，我一定要收敛。确实是那天梁坤也嘱咐我，我们的领导啊嘱咐我，你现在这个位置你要注意你的言行啊。我台上可不批老艺术家啊，这还真有认识的是吧，要提这，哎算了，待会儿等中场休息我再说吧。啊这梁坤这确实是他给我提出了几条意见。第一，他告诉我我在私下的时候尽量多穿有帮的鞋，然后让我每天刮一回胡子，然后让我呢尽量的每半个月理一回发。我说哥，我个人卫生我还是做得很好，我只不过是不修边幅。不行啊兄弟，咱们这边要开研讨会，你得给人主讲。我说讲什么讲什么哥，昌平评书。您是不是也很诧异？各位万没想到吧，我也没有想到。然后就给了我这么一大摞资料，各种的县志地方志，让我查去。我还真查着了，各位，打这一摞书拿到我们家我就开始上火，这工作压力太大了。我这咱闲聊啊，那一摞书得这么高，什么昌平地方志、十三陵地方志、南口地方志、胡庄地方志、哈巴屯地方志。有的朋友您这看哈巴这俩字儿啊，您头回看肯定您都得吓一跳，怎么这俩拼凑还能念字。确实是有这么一个地儿，我还真溯本求源，各位，我还真查着，在1914年出生了一位昌平评书的这么一个算是第一代大古书艺人，在昌平十三陵一带给当地的百姓献艺，而且呢这个确实名头很大。人家老先生一辈子文盲，能说成本大套呢。我看人上面，我还有看采访啊，我得问去啊。人家这家里边说我爸爸文盲，但是呢文会刘公案、武会大隋唐，半文半武，还有一套包公案。我说啊好厉害啊。我就深入采访，各位，我还看到了我们昌平评书啊这个流传到如今，我真是溯本求源，看到了他们的艺术特色啊，就是苍凉豪迈、古朴大气，这是异于市里评书的区别。说我现在说这个干什么呢？我也为提前压压活。
因为下礼拜我就要去开这个研讨会了，我英明这个差事，各位让我给人主讲，我那帮师哥爸爸们、委员爸爸们，他们就负责参会听。哎呀，各位真是，这个视频录下来啊，咱们截出来，我介绍昌平评书，央了各位，艾特梁鹤坤，告诉他啊，我已经在台上说过了。咱这闲聊天啊，各位，咱就说这资料纸质书这么一大后路。说到这儿，我就想，咱们互相聊啊，各位，我发现现在，咱们网上边有一个一家独大的搜索引擎，十分不要脸。原来我搜一句话，比如说哪句啊，书词我找不着了。我打出来，啪，那个某度吧，打开，起码啊，前三条以内就能关联搜索到我想看的东西。现而今，我打一句书词儿，前三页80%都是广告，我点进去就让我下载 APP， 点进去就让我下载 APP， 那些个 APP。又十分勾动学徒我的这一点尘烦啊，就对吧，我也是个正常人啊，对吧，我哎呀，我点瞧，啪一点开，哎呦这弹窗立马弹出来了啊，花里胡哨的啊，就各种的相声老先生啊说让我下载这个 APP 就能免费观看，我还真试了试，结果不出意外，一个手机彻底的废掉了，换一个手机。各位谨防网上诈骗信息呀、啊！真是，我就通过这一个事儿，我就感慨，任何行业这做到一家独大，势必他就要耍流氓了，对吧？就我给百姓什么都是我来给，你们没地儿挑去，那他就要耍流氓了。这么，我就不信这么大一个网络公司，这么大一个企业，能抑制不了那些个非法的 APP 吗？对吧？咱当然，咱台上边不能过多的提这个，我怕等给我们单位招雷。还有这各种，就现在这个 APP 啊，各位我就这骂血界呀、啊，真是！这种广告植入真是无孔不入。原来这个点开一个 APP 广告3秒还能点那个跳过，我不知道哪个啊，这遭天雷的、天杀的、千刀万剐的王八蛋啊，设计了一个摇晃转 APP 广告，就您点开不摁的，稍微一晃手机，啪就弹过去了；稍微一晃手机，啪就弹过去了。我打开一个音频软件，我想听一听评书，我愣进了3回京东，2回淘宝，还有1回闲鱼。哎呦，当时我就想，哎呀，我谢谢你亲娘个祖奶奶呀，这什么玩意儿。各位，要说现在溯本求源，咱们又要回归质朴，回归传统，咱们无限次的说，这个有的人说了，说这个新的东西一诞生就要淘汰旧的了，现在看不能淘汰，纸质书不能淘汰，即便我翻的这半拉脸都肿了，牙床子里边全是血，我这个着急上火也不能把纸质书都烧了啊。咱说这什么意思，就包括您看咱们剧场的艺术也是，现在我们当然我们单位也有直播的艺术啊，我们单位也有直播的新星，咱不提是谁了吧，3名家奴，哎，人家直播这当然新媒体应该涉足，可您说把新媒体涉足了，咱们固有的现场就扔了合适吗？反正学徒我觉得不合适，为什么呢？现场咱们这种最单纯的艺术形式还是有它独到的意思的，
不敢说魅力，学徒我自个儿一个人，我台上我说我们现场艺术有什么样的魅力，想着我有点吹牛皮了。您也知道我是不爱吹牛皮的，确实是啊，这个反正我觉得现场也不能扔。当然了，有的观众纳闷，是不是因为没有给你安排直播任务，你挣不着钱，你在抨击他们？不是，各位，虽然没有给我安排直播任务，但是那边呢，各位说嘴打嘴啊，我要跟您老几位发一发牢骚，不知道您还爱听不爱听啊。我相信反正您今儿来的捧我来的，您都是我的啊，都是重生的那个再生的孽个啊，对吧？待会儿就说了啊，这个就开完研讨会之后，让我也要开始录新媒体形式的视频，在某官方我们地方官方的平台要发了。然后我不明白，人家说你就按抖音体来，你去看抖音那些人怎么录你怎么录。我说我看谁呀、啊、各位，李云天现那个直播他还不算是抖音体，我看抖音体人家那边给我提出了我们单位有几个抖音体做的不错的，头一位，哎，这郑老师不是啊，郑老师那玩意儿净卷接是吧，头一位就是我们的九春老师啊，你就按他这来。我说他这念的都是百度百科，我也要念百度百科吗？人家说不，给你又一来了一摞书，你从这里边找一个故事，三分钟以里，要按他那个形式，就所有抖音形式你去弄去吧。我没看过，我没干过，反正这个咱说，反正您期待吧，各位啊。我今儿跟您说呢，也是为到时候一出来您可以点开看看，拿学徒我找找乐是吧。对，您可以看啊，李浩然这孙子啊，净说这个抖音底，嘿，这王八蛋你也有今天是吧，你自个儿也录，呵，这什么玩意儿。咱们下礼拜呢，您要看完了呢，您可以咱们这现场咱们您可以给我反馈，您给我提意见，比如说你在哪里可以撒得更开一些，你在什么地方可以再骂得狠一点。当然您说有一些形象问题，你的头发可以再多一些吗？而我倒觉得这回长上来还行是吧。嗯，这些问题吧，学徒慢慢改吧。这说一千道好嘛，又聊开半小时，念个定场诗，念个定场诗啊，咱们待会儿再聊，有的是时间。大将思兄好伤惨，路途上点点的珠泪透洒胸前，过五关斩六将，关夫子千里寻兄保嫂还。这一日来的可是真不慢，眼看来到了古城边，二军侯披马单刀来到城下，高叫声：把关的儿郎听我言，回报你家将军转，就说某家住在蒲州，我本姓关，他马兰奇不怠慢，回到了蜀衙，跪倒平川，口称将军。外边来了一员将，他倒说家住在蒲州，本姓关。这一句出唇不要紧，惊动了座上的易德三。张三爷闻听此言，心暗想：哦，莫不是我二哥转回还？想当初我们徐州弟兄曾失散，只乐得北的北来，南的南。又听人说我二哥归顺了许昌保曹瞒，今日来此因何故？难道要炸我的古城关？想至此，吩咐两旁取披挂，顶盔冠甲，收拾全，滴水岩前把马上，这丈八的蛇矛在掌中端，掏捞捞连放三声炮，嘎啦啦，城门开放是一马当先。三声号炮不要紧，惊动了城外关美然，扭向回头定睛看，慢闪凤目仔细观，坎巴多是认得了，原来是结拜的三弟。他到近前高叫声：三弟一向可安然。哎，
红脸摊子，哪个是你的三弟？叫我三弟为哪般？哎呀，三弟，你忘了，想当年我们弟兄结义在桃园，我叫你生三弟也不算是某高攀。呀呀呸，桃园结义只有俩，刘维大来我张维二，我们弟兄乌牛伯马祭地天，桃园结义若有你，我来问你，为何归顺许昌左曹门？想必是那曹操对你恩情重，特来炸我这一座古城关。眼看弟兄要动手，到下回刀斩蔡阳，弟兄团圆。给您念这么几句昌平大鼓书的书词儿。哎，对，这还真是，这跟京韵大鼓啊那词儿还有点区别。这说的什么事儿呢？反正这一兜气啊，这嗓子您也听得出来，这些日子上火，您多包含着听啊，学徒肯定卖力气啊。这说的什么事儿啊？就大伙儿都知道啊，古城会。这古城会，这京剧也唱是吧？甭管是京朝派的京剧，还是海派的京剧，那都有古城会。这古城会，三国戏，咱要说各位，三国太好了。学徒我啊，打小挚爱三国。你要拿评书来说，三国好在哪儿呢？它是以大事见小情。怎么叫以大事见小情呢？您要看三国所有的事迹，那都是金戈铁马，大小战役。可是呢，人物立体，每一个人不是说咱现在说啊，这工具人呢，这出来就为这个带个兵，这出来就为让张飞一枪捅死。每一个人在这个事情里边都有啊，咱们现在说咱们读者的共情感，咱能理解他是一个鲜活的人物。您比方说这段古城会，这俩人呢，一个关羽，一个张飞，这俩人您看就寥寥数语，两个人的人物形象就很立体。你要说古城会，这说关羽过五关斩六将，我相信在场的老朋友您都是我们单位的忠实听众。我们单位任何演出开场之前啊，业务场啊，都得唱这么一段啊。有请我们的班主郭军德刚老师，环动金莲，漫起朱唇，伺候您列位一段西河大鼓八条挑袍啊。这说就是这个关云长宝草寻凶嘛，到古城，各位，关羽这一路可不容易，过五关斩六将，刀劈秦琪在黄河滩，三战夏侯惇，好不容易问出来自己大哥在哪儿，来到古城这儿，只带着五十老军，还有二家皇嫂马童一个，还有大将周仓，带这些人来到古城这儿。古城呢，让张飞占了。桃园弟兄他们徐州失散，刘备在袁绍这儿，张飞在芒砀山自立为王，又占了古城，自己呢就现在说吧，就占城为王啊。张飞听孙乾说，半路途中关云长见上孙乾，跟孙乾一说，孙乾进了古城扫听。你要听评书啊，这一段还有一点评书的技巧。这大伙儿都来到古城这儿，得问问说这古城谁镇守，哪方势力。老百姓说这哪方势力也不是，我们这儿古城啊，管事的人叫海外飞将军，没报真名姓。孙乾就瞧瞧谁叫海外飞将军，进去吧。来到县衙里头，听说求见这海外飞将军，一出来转屏风，头戴官帽，身穿官服，腰横玉带，往这县台后边一坐。孙乾这儿低着头，
就听上边弹奏一声恩腾，哪一个要求见我呀？今天抬眼一看，张飞，跟张飞一说，二军侯宝扫寻凶来至古城，让你赶紧开门相迎。这会儿把张飞这个人物就凸显出来了。张飞这个人单纯而且直白，各位，单纯又直白的人一般来说咱们生活中现在少之又少。单纯直白，学徒我一家之言啊，按现在来说啊，就说我们单位吧，我们后台这帮人啊，在场的您肯定都扶地上人，我们后台这帮说相声的，单纯直白只会有两种情况，第一是人性真好，就像李云天、李根、李景琦这样，就是桌子腿撒尿的主；第二种是真没有文化，越没有文化他越单纯，他的信仰越单一，对吧？那咱现在说张飞也是，张飞一想，哎呀，关羽这他不保了曹操了吗？来到这儿也没跟孙权说，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来到古城外，先让二家皇嫂的居撵进城，一进城关羽要进，抖枪啪分心就扎，连扎关羽三枪，就刚才质问关羽这片话。说为什么质问？张飞太单纯，单纯且暴躁的人很可爱，就这种情感也是直来直去，他这一直来直去，关羽也没容跟他细说，说我不是为炸你古城，我是挂印封金辞汉相，寻凶遥望远途还。你看看这玩意儿，这给关羽打电话了，求证一下。没容多说，张飞说，你要说不是炸我的城，你看身背后，有相回头一看，尘沙荡漾，吐气翻飞，老太阳来到这儿要给自己的外甥秦琪报仇。张飞城楼上住三通五，撇刀计斩太阳。老说这撇刀计，这撇刀计怎么使呢？说法不一，反正学徒我学这撇刀计呢，这跟马也有关，跟人也有关，跟他这个骑马的这个姿势也有关。这儿就不给您刨了啊，保不齐这个，保不齐东汉说完了我说三国呢，是他这撇刀计斩了太阳，斩了太阳。张飞是一个单纯的人，看见二哥果然还是心向我们弟兄，单纯的人知错就改。关羽这会儿就得抖起来了，你要看京剧上面啊，这最开始啊还穿着战袍呢，斩完太阳，关羽换了一身蟒袍啊，还得唱几句吹腔，你学徒我嗓音湿润就不给您学了啊，说这嗓音不湿润那我也不唱，唱这么几句，这俩人呢就凸显出关羽啊跟张飞俩人的情感真挚。您要拿我说，我的兄弟要说这么误会我这个人，我这辈子我就不交了，对吧？这个，但是关羽也不是古城兄弟，俩人弟兄得团圆。为什么呢？说到这儿咱还就说到这一步。各位，人跟人的感情直来直去，不掺半点假，这种情感太难见了。为什么都捧桃园三结义？您要听整部三国，刘关张哥仨的情谊基本上拿我们这帮人来说吧，找不到。为什么我们这帮说评书的也是都爱说隋唐呢？李云天、李根、李景琦先生，因为隋唐讲的是背叛，我们从艺的又这样，对吧？从艺的，哎呀，这，哎，就说的咱不能深刨啊，对，说隋唐的人也多，对吧？这有的那都我的老前辈，是吧？这隋唐的情感就比较现实，三国的情感比较啊
可以说是理想化，尤其是男人跟男人之间的情谊，各位难找了。现在您说俩男的，哎呦感情真挚，大街之上，哎呦这男性表达情感可能跟女性不一样。您说女性表达情感跟一闺蜜吧，俩人就不错，那这上大街那就手挽手，对吧？是吗？我也是，我一穿这个我就好媳妇儿，您知道吗？没办法，谁让咱热爱海派的京剧呢？对吧？这手挽手肩并肩啊，您说俩男的相好不错，就咱甭说别地儿，前门大街上俩男的穿着半袖手拉着手，然后耳鬓厮磨，您瞧见现在啊，您可能您都是圣人，学徒我嘴骚啊，我心脏啊，我要看见这样了，我背地里我就得比划这个，对吧？这个天津的朋友，天津就得这个了啊，我就得这样。就是现在，因为现在哎，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是吧？那大伙儿呢，就看的也多，听的也多，所以说，咱现在说男人跟男人之间的情感啊，升华之后，这个超脱，说朋友之间感到弟兄情谊太难得了，所以到了那一地步的时候，您才能，咱就说出来这个话，才会让各位不多想。我要说刘备跟关羽俩人抵足而眠，刘关张仨人睡一张铺上头，天天如此，刘备也不找那俩媳妇去了，啊，关羽也不找他媳妇去了，张飞也不找他媳妇去了，仨人耳鬓厮磨。您看大伙儿现在可能不会想的那么肮脏，对吧？我们作为从艺者，我不能往那方面引导。我真听说有的那孩子就说评书啊，刘备关羽张飞三个人睡一个铺，这三个人睡一个铺，他们都不找他们媳妇儿去，几位您想想他们什么关系，肮脏。这哎呀，我就不好意思提明星了，反正这人仨名嘛，咱就不提是谁啊，这不能侮辱各位，这个但是得达到这个地步，让您听着咱们才能往正了听，对吧？您说这要没到这个地步，让旁人不知晓，一看耳鬓厮磨难免多想。姚琦跟影阳王，谢谢各位，哎，真是给人打签了啊！哎呀，这玩意儿，这大伙儿这就是现场的快乐，对吧？姚琦跟影阳王这种情感，只有俩人知道，旁人瞧他不知道，没涉足在其中啊。他不能知道，不能理解这俩人怎么这样，对吧？姚琦在这潼关这儿一叫官啊，这影阳王王爷好的连鞋都没穿呀，撩袍端带手扶多口。咱们上回给您说到这儿啊，看见这个城下儿郎哪一个跪在城边，得问清楚啊，爹姓甚，娘姓甚，家住哪府哪州并哪县哪个村庄，有你家门。看清楚是姚琦，翻身都要下去了，旁边没有兵丁拦着，老头就一时兴起就容易掉下去，但是掉下去肯定也摔不死，姚琦得兜着。俩人见着面，咱就当然上回咱们就给您浅浅的说了说两个人见着面难以言表的这种激动是什么呢，就互相一抱膀背，互相拥抱，再然后姚琦抱着老头转圈儿，但这种情感让旁人瞧见，尤其姚琦带这四个人，头号大油篓，二号大草包，三号茶叶罐，
还老四是能吃不能干。我去，尤其报这名的时候最解恨，我跟您说。哎呀，这四个人，您看干正事少他们一个呀，无所谓；串闲话四个人，这是深得姚琦的真传呀。看姚琦啊，跟这儿抱着老头，而且姚琦这个脸上边，竟然没有丝毫显现出腻味的神情。四个人瞧了。这也瞧那大哥怎么着兄弟，齐也不说他结婚了吗，那不是那这娶了傅家庄那小姐了吗，是齐你保不齐水路都吃呢，这哎呀这边咱哥四个跟齐也不少年了，我先说我，他可没有趁天黑摸到我的寝帐里头去，你我也没有，咱哥俩睡一个寝帐啊。老三老四，那老三老四一看我们也没瞧见过这样，哎呀，不理解但表示尊重吧，这没有办法，嗯。转完之后，本来姚琦得日的军令是来。作为内应炸开金斗铜棺，跟老头见着老王爷对姚琦这种情感，那真是各位别看是做的扣，老王爷当时瞧见姚琦让八员战将插走了，那是为了救我，老头这种单纯且直白的情感，您看香港电影里边那无间道，哎，这被渗透的这一方啊，最后一看怎么能是你呢，老头现在还没到那一步，老头还没明白呢，所以看姚琦真是当心腹这么看待。转完之后携手揽腕拉着姚琦走啊，此光来来来到我休息那儿摆下酒宴与你接风，你与本王讲一讲你是怎么样突出重围。哎呀，是啊王爷，我跟您说啊，来来来走，刚说要走圣旨来到，北亲王司马荣跟这颍阳王王仪俩人要换房。说到这儿差一笔，北亲王司马荣本来也是督建离宫，现在呢在长安城里定下计策，要在潼关这儿设下群虎竞狮计。长安城里头王莽这边人也上来让谁摆这计呢，现在这接着战报只有颍阳王王仪在这潼关这儿。王莽是知道自己这哥几个都什么德行的，这王仪胆儿太小不适合干这个事儿，所以调司马荣换王仪，让王仪回长安督建离宫。圣旨来得快，上边还写着回城日期，必须得在这个日期之内回去，这一下就很赶楞了。姚琦想，我是在潼关长安那边，我没接到任务，所以一听说要回长安，姚琦还有那老四位这大伙都很着急，咱怎么咱走不走啊，咱别走啊，咱走了之后这潼关怎么办呢，可是僵到这儿了，事情就怕僵，一僵到这儿脱不了身了，只得走。这一走老头还心疼姚琦呀，跟姚琦共乘一个轿辇，老头把自己绿泥子金顶八抬大轿请出来，三层锦褥两层大被五平米的一个大轿子请出来，让姚琦上轿与老头在轿中盘桓。各位，这是单纯且直白的弟兄情谊。姚琦很尴尬，姚琦为什么尴尬，因为姚琦知道我但凡进去天一黑旁人不提，我带那四个这风言风语就出来了，这四个人是最爱串闲话，
串闲话当中又以桃色新闻为首。您看现在也是所有的八卦以桃色新闻为首，因为这人性本身如此嘛，对吧？你要说这李云天，比如说上热搜，李云天在前门大街随地大小便，这个热搜绝对没有说李根在三里屯 SOHO 大广场净化语言吧，净化语言，李根在 SOHO 大广场主公，就耍流氓吧，耍流氓好吧，这就可以了啊。这个随地大小便的绝对没那耍流氓的流传事情大，这耍流氓的现在就各种的搜索，那都叫爆搜，对吧？这我现在，我各位说到这儿，咱还说句书外书，我可怕现在这种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啊！您学徒我又不修边幅，是不是？您说我随地大小便那是肯定不可能的，这万一在这个信息透明的时代，你随地扔个烟头让人一瞧，这事儿也大。所以这学徒我那害怕，我这尽量的，我这有自己的私密空间，我都开车来上班。那说他是不是在凡尔赛？他不心疼油钱吗？学徒我开的电车。说他是不是在凡尔赛？他有电车，我们家凑够六个人呢，才能摇一个号。就是说，我们这电车承载了我们家六口人的梦想。真的，各位，满腹的心酸呐，难呐，就这样都没混上三宝。不提，哎，咱还是说书吧。哎，这个说到这，姚琦也是，姚琦这，姚琦他怕这个闲话，临上轿之前嘱咐这老四位，你们啊，真的，我跟你们说，你们四个给我们看着轿子，堂里这事儿完成之后，咱们爷儿五个有幸一个没死。这四个一听，您放心，姚先生，在您的带领下，我们肯定不会死。怎么？你们为什么那么笃定？当年头回跟您混的时候，咱头一回开买卖，您就告诉我们了，遇事先保自个儿命。要不然您想想，当年遇水河畔结粮草，您光着屁股自己跑进去，我们都没跟着。好小子，记住就行啊。就堂比说咱爷儿五个回去之后毫发未伤，这有点笃定了。这个以您是吧，您上轿的这种状态，毫发未伤可能不能细说啊。姚琦一听，呸，我们是君子之交。当年那个艾迪跟董贤，你别提那个，还有那个龙阳君，嚯，知道不少啊，都君子之交，我们懂，我们懂。回去之后别跟他们说，听见没有？有风言风语，哎，你们老四，你们小心留。嘱咐完上了轿，一行銮驾可就从潼关后头走了。在这轿辇上边，老王爷心疼姚琦爱惜不够啊，各位，就爱惜的表现，那是什么呢？男人跟男人这顶多就，哎呀不错兄弟，哎呀不错，真好真好真好，来摸摸手，真好真好真好，也就这个了，对吧？不能说这像女同志似的，这可能跟闺蜜不错，俩人依偎在怀里，两个女同志可以，这男的反正这样的少。学徒我也吃长三十了，我跟我的朋友们说，许久未见，顶多就是光着膀子喝着酒骂着街，当然也不是在外头的饭馆，在我家啊，对吧？哎呀，现在说话可得注意啊。
这摸索着摇旗这儿，哎呀，千难万险呢、啊。此话，真是咱这路途之上，咱爷俩闲聊天，你是怎么突围的？爷们儿，当时八个人给我插走了，我眼瞧着呢，我以为得给你千刀万剐了呀。要说那八个人单打独斗，跟俺姚次矿那无有敌对了，那错不了次矿，你的能耐我是见过的。当年单边炸影阳，老头现在拿这当自己露脸事儿说。当年单边炸影阳的时候，本王就见过。对呀，爷们儿，当年您琢磨琢磨，这影阳上面我给你们打成什么样？是啊，就已经没羞没臊了啊。那八个人单打独斗，谁也不是我个，就可恨这八个人给我插起来了。那你怎么变？这现在哪儿伤？哪儿也没伤。为什么没伤？那得多亏了我那匹宝马良驹，椰子绊脚抹麒麟。我看当时不有一马童牵走了吗？呵，我跟您说，什么人骑什么马，俺老姚那匹叫宝马良驹呀，让这马童一牵到后边，这马通了人性，四蹄摊开，左右乱撞，撞散了战将。我翻身上来，接过这口虎头枪，我又杀了出去。老王爷信了，为什么呢？老王爷没听过走马取胡羊。您有老听众，您还记着走马取胡羊的时候，这马武那青头睛眼兽是这么办的。姚旗呢，各位说瞎话，咱不是教您学坏啊，一定有一个真实的历史依托，再加入自己的这种二度创作，这样的瞎话就让人信了，对吧？姚旗就换一个主角，换匹马嘛，啊，还都说怎么好啊，这马这怎么拿脑袋撞那个，这怎么拿牙咬这个，我翻身上来我怎么杀的，这给老头说了。哎呦，老头一听，那当时你怎么没跑回来？嘿，我跟您说，太难了，当时我想往潼关这边败，没想到那些个人呢，六引三渡姚次矿啊。老头也没听过这个，六引三渡巨无霸呀、啊，又啊把巨无霸抹去，说自己为主角，一张嘴掏掏掏掏。各位，六引三渡巨无霸这多少书呢，给老头说的天花乱坠呀、啊。那最后给你引到哪儿？给我引到了五行昆阳山，群星列宿阵要拿我姚次矿。这群星列宿阵又怎么回事？别看姚旗没有文化，记忆力是真好，把景万这个星宿啊按到了巨发那儿。哎，把景万这星宿按到巨发那儿啊，给老头说了一遍群星列宿阵，满带四杆任镖旗。好家伙，老头听着，哎呦，次矿好，就这么啊，这么森严的一个阵，你是怎么出来的呀？姚旗一听，嘿，那得多谢咱教撵旁边这四位兄弟。这四位在轿子外头跟着走啊，就听哟提起我们了。姚旗，各位，这是一个技巧，要说一件瞎话，一个人说一定要找一个肯定，就像我们演出也是，我们就遇着生的观众，就是遇着新观众，我们得问应了，您好您好您好，您看看我，您好啊，这得有人肯定回应一下。这四个人听着，哎呀，反正这一路之上走嘛，哦呵，这四个人听，哦，走马取胡羊，呼，拿自个儿当巨无霸了。哎呦呵，把巨无霸按到景观那儿去。这说景万是不是都是野狗？哦，对对对，这会儿说这还得多亏这四位一挑这轿帘，姚旗大黑脑袋探出来，是不是？这四位给两伙，对对对对对，好，一个逗哏用四个捧哏啊！哎呀，当然只有万人迷这么干过。人这四位，各位，那叫捧逗俱佳。不是光站这儿，嗯啊，这是，人家还发展给肯定呢。对呀，这探着脑袋往里说，王爷，我跟您说，呵，大
当时姚将军在这五行昆阳山那是左突右杀，成名绝技扎天枪。这边也说对呀、啊，这一手持枪，一手拿这条虎尾钢鞭，是枪里加鞭，大杀大喊。这还说对呀、啊，我跟您说，最可恨就是巨无霸。巨无霸里应外合，他是个狗奸细呀、啊。您琢磨这个奸细有他妈好吗？姚七看，哎，不要骂街，不要骂，不要骂街。这儿正说，四个人说，五个人一块骗一个人，各位，那没有个不信的。老头听的是云里雾里，可是一片信心，笃定姚琦是心向自己。宴路之上，就开始给老头每天变着新花样，五个人斗一个老头。各位，这就叫做局呀、啊！咱现在也是反诈。为什么要反诈？他反诈，咱就说吧，各位，所有的诈骗他都是多人做局。您现在比如说这，咱不能刨他们那个，这说说也没事。其实您看魔术就是做局，魔术也是诈骗。您看一个魔术师啪一伸手弄八张牌，啪一下这飞一鸽子，啪一下这，那也都是一块攥好的局，是叫视觉欺骗呢，对吧？他们那里边那个技巧，什么叫张手雷呀、啊？哪叫拴马桩啊？怎么叫迷魂掌啊？这都是做局。就是说到这儿，咱还得说句正能量的，各位，咱们现在一定要谨防各种诈骗。这个说句题外话，各种形式诈骗，现在什么什么裸聊、网赌、刷单，这都别信。还有最可恨的就是拿宗教诈骗。但是当然在场的您肯定不迷信，我们后台呢，哎呀，就没法说。我跟你，哎，说到这儿，咱等休息的时候再说吧。啊，就这五个人做局哄这老头玩，哄这老头喝。这一路之上，各位，从潼关到长安，您现在差不多呀，应该是100公里左右，当时得说是200里地。宴路之上，哄着老头叫您往前走。各位，出离潼关，一路向西，非止一日，就走了200里。眼前来到一处窑子矿，挑开轿帘，目之所及，眼望藏龙地，是长安的荆棘。看长安，城门高大，垛口密闭，这上边大风吹起来，扑噜噜噜噜，有大小的道旗。再一看，城门紧锁，吊桥上提，兵丁一个个甚是威仪，横眉立目，挺战标区，手里边各擎着明亮亮的刀枪剑戟。这一片景色可没有都城的繁华之意。眼瞧着銮驾至此，兵丁们打开城门恭迎王仪。进了长安，可看坏了姚琦呀，没见过。姚琦瞧着，呵，这可比我们原籍还有浮华之意。阡陌街景纵横有序，可就这大路之上是少有人迹。零星的百姓见兵丁是东跑西奔，生怕兵丁往他们身上踢。再一看百姓，男多少女，姚琦琢磨着，这八水长安怎么了无生气？他哪知道，皆因为老贼王莽政务行逆，黎民百姓失所流离呀。这王莽笃信夫趁，只管自己哀鸿遍野，世道豪气。姚四矿看这一片景色，心下惨凄，不忍心再看，扭向回头，又把眼闭。黎民遭涂炭，这奸佞掌朝仪，
大英雄笃定心思，这才要改天换地。看到长安这一片景色，姚思旷跟着可就奔了王府了。到王府大叫詹臣，有手下人一挑这轿帘，姚琦跟老王爷携手揽腕，穿的可都是蟒袍玉带，说跟哪儿换的咱就您都明白，跟轿子里换的啊。这老王爷拿自己的那穿剩下的蟒袍，说这不是有僭越之罪，他是王子，他想给姚琦。俩人携手揽腕，穿着吉服往轿下一走，油楼草包茶馆还有老四两旁势力，哎呦，当当，仪仗上边这銮驾里边有仪仗，铜锣开道。各位，王府里边迎出来的下人，看这个阵仗，抬眼这轿帘往起一搭，下人们低头，稍微偷眼往前瞄，哟，都心下大惊，王爷这是又娶一王妃。再看不对，这是个男的，这俩人有说有笑，可进了府邸。进了府邸，老王爷跟姚琦说：“此话，你先在我这府中安息几日，等得空，我呀到未央宫，我主驾前宝奏一禀，给你大大的官职。”姚琦一听，我的初衷是里应外合炸潼关，现在走了非止一日，我们爷儿五个给老头是说学逗唱，骗得我长安还要见王莽给我封个官。我说，哎，以旧以旧，不能推脱。哎，这时候王家，此况我只愿在您的麾下做个薛小的家奴就好，不争名不夺利，一心为本王着想，此况我怎么能偏了你呢？我要给吾主万岁保举一本大大的英雄，是你姚琦。姚琦也含糊，姚琦也琢磨，王莽有他这兄弟这么好糊弄吗？哎呀，王家，姚琦我并非那贪功之人，您要讨赏，看一看外头，屋外头势力这老四位，您给这四个哥几个讨个赏吧，我就不当官了，让这哥四个当回官怎么样？这四个人在门口守着听着，他不敢见王莽，让咱们去。王莽要看出端倪，先斩咱们四个。这四个人一听这话，一对眼神，一端袍，扑腾腾跪倒在这屋外头。哎呀，王家，我们愿在姚将军麾下做一个薛小的家奴即可。姚琦瞧着，呵，词儿多亮，好家伙，这玩意儿。那个姚琦一看也领班，也跪倒在王爷面前。哎呀，王家，我为奴，他们为奴下奴，我们这一辈子就是奴才之命，您不必给我们封官了。感动老头了，老头一看，哎呀，忠臣义仆啊，我怎么能不给你们这些人讨官去？你们五个人我都得给你们讨官。恩真公，那王爷，咱们大概您什么时候到未央宫面见吾主万岁，要给我们讨个官呢？哎，老王一说到这儿，什么时候进宫？打开啊，王莽给这圣旨瞧，现在咱们是按时进了长安。哎，这进宫的日子可没写在上边，我得差人去问一问。这五个人很疑惑，怎么您进宫的日子还得问问？
您是王子呀，您进宫怎么还得挑日子？此况还有这四位小忠臣起身说话，你们不知我主万岁近些年笃信浮沉，什么意思？此况你这个文墨也是，就是他现在迷信。什么叫迷信？一字并肩王薛世英在他驾前，我主万岁现而今干任何事他都得掐算一二，得有吉日吉时，穿吉服，说吉语，那写个不吉之字不能提。各位，这种感觉就仿佛过去旧社会让艺人接堂会是一样的，得告诉你们忌讳是，可这是国家的统治者按照军阀老太爷那么来。姚琦纳闷，这不是很明白。我就这么跟你说吧，现在我们想要进宫面见万岁，先得差人去找钦天监，钦天监掐算吉时吉日，再回报给我主万岁。我主万岁错过吉时，他们还得重新掐算。不是吉时吉日，我们也不能进宫面见万岁。姚琦听着，那唐比说钦天监这儿掐算出来回报给万岁，万岁看见时候晚了怎么办？那不就得再掐算吗？那万一赶巧了，每回万岁看都晚呢，那不就见不着了吗？有人见不着吗？有啊，巨无霸临出兵之前他都没看见万岁的脸呀。姚琦一听，哦哦哦，那王家，那就多劳您费心，可是您得给我们讲一讲，唐比咱们就赶巧了赶寸了，明天就面见我主万岁，万岁爷有什么忌讳您得告诉我们，要不然我们山野村夫万一犯了忌冲撞龙颜，吃罪不起呀。我跟你说此况，其实你要是面见万岁，忌讳也只是忌写个字罢，他不能真跟你商量。那万岁都忌什么字？头一个字不让说刘，为什么呢？现在天下刘姓造反呀，提刘姓，这一提这个刘字，万岁爷就浑身颤抖。这是当皇上哟，此况这话不该这么说，知道吗？那这是姓刘的刘不让提，还是沾音就不让提？都不让提呀、啊、流水流血对不对，流底流党，这都不让提呀、啊、那这刘字怎么代替呢？哎，单有这么一路话我得交给你呀、啊、姚琦听，单有一路话，这刘怎么说？那叫顺水味儿。各位，您就想这朝廷好得了吗？朝廷里边这帮王公大臣，上至王莽，下至这个王仪，这帮王子开始研究江湖宗谈了，对吧？各位，这个说到这儿，姚琦这帮人他们也认识山匪呀，他们听，哦哦，是这个意思呀。那王爷，我看这有什么忌讳您都与我说清，这些个黑话贼坎儿，我要是不明白的您可得过给我呀。此话你还懂黑话？黑看怎么了，是吧？就看咱这南北两路贼坎一样不一样哟，这还分南北两，你先给我讲讲你会这道。老爷们儿，还是您先说吧，我跟您学能耐，万一明天面见我主，这万一有个什么忌讳，我吃罪不起。姚琦明白，越讲究这个贼坎忌讳的这人啊越难斗啊，
他都坏心眼窄呀、啊。那您先交给我，老头今儿晚上干两件事儿。头一件事儿，差派手下人去找钦天监、尚书监王莽；第二件事儿，给姚琦和油篓草包察察官还有老四过了一宿的长安贼坎儿。把朝廷的这些个黑话，各位，这黑话咱都能理解，现在互联网哪行哪业都有黑话，咱们给他起个名嘛，这就是莽语吧。嗯，王莽说的话嘛，莽语。把这一套黑话贼坎莽语过给姚琦，姚琦一听，反正也差不多，这无非也就是六月弯宅中身形张爱居啊，腰爱搜扫摆，撂条笨脚勺，反正也就这个嘛。他有这个基础就好学了，学了一晚上，消化一天，到第三天头上，有人来报说，王家现在圣旨已下，让您与那五家功臣未央宫朝见我主。阴阳王一听，快叫四矿，快叫那四家人来。几个人梳洗打扮已毕，姚琦跟那老四位站着兢兢，这才要未央宫面见王莽，金殿献艺，姚琦封王。更多热闹回目咱们待会儿再说。好，您先歇。